来一瓶可乐。号称全球度假海岛王者的大溪地，今天带你沉浸式体验一下，看看到底值不值。朋友们，这已经是第三次转机了。It's a free seat, right? Yes. Merci. 这趟是从帕提提飞Bora Bora，一个人将近三机票，就飞30分钟。嗨，上飞机自己选座，选左边1、2、3，视野是最好的。Papaya juice.到波拉波拉了，十几年前就想来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你们见过这么原始的平地传送吗？我的，拿到悉尼的每一个酒店有个小牌子。Welcome to Bora Bora. Thank you. Very nice to meet you.这边就是码头啊，最后一趟要坐船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船，不同酒店的船确实是不一样的。Thank you. 欢迎毛巾，我整个人都活过来了。嗯，在表演。我们到酒店了。嗨，有了啦，有了啦。Have a drink for you. Your passport. This credit card, we're gonna take a deposit of $200 per night. Okay. 入住前，先在岛上转转。哎，你这防晒衣不错啊，新买的呀？对啊，这是我在德物买的哈雷 boss 连帽防晒衣，冰感透气，一点也不闷，而且还是速干的，防晒指数50个加号，来海边穿正合适。我也想买一件，正好德物现在有活动，99就能拿下，还有我这条户外速干裤也只要99，简约百搭，男女都能穿。链接我放评论区置顶了，快去看看吧，都是品牌直发，正品有保障的。Thank you。我们现在去房间看看水屋怎么样，定的就是正对山景和海景的水屋，挑了一个景观最好的给我们。So where are you from? Beijing, big city. How we always remember the, you know, the Olympian Games? That was so, wow. My grandfather is from China. He tried to teach me Chinese language too hard for me. Please. 这是我们住的小屋。Yeah.So I got champagne for you and some fruits, fresh fruits on the table. The mini bar is complimentary on the first use. Bags, life jackets, push on the top. Wow.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No, for you. Thank you so much. Hi. Having a vacation. 岛上小卖部，看看岛上什么物价。Hi. 来点喝的，来一瓶可乐。How much is it? 这60块一罐的和3块钱的是一个味儿啊，就是风景不太一样。日落时间，晚霞。太幸运了，朋友们，许个愿，晚上吃点好的，不过分吧。岛上有4个餐厅。今天就吃的是一个中餐，它竟然有宫保鸡丁，500块。湖南蒸鱼，这边出产的 Masi Masi， 它用了芝华士蒸炸大虾，泰式辣椒炒猪肉，这辣椒好像是生的。要说最贵的就是这个四川炒饭，700块钱一份，正常一人量的碗。这个特别好吃，他说是馄饨皮，不挑了，这运来就很麻烦，能解解馋，不然天天都是白人菜。